Hey brother, 如果今天你来到 Tenom, 又不懂哪里好吃，我一间店可以介绍你，它就是在 Orchard Plaza 的 Tay Kopitiam。 来到这里啊，你一定要试看它的沙捞干捞面，它的叉烧是有灵魂的。OK， 如果你不喜欢吃干捞的话，你可以试看它这个海鲜番茄汤鱼面呐、啊，它这个番茄汤是每天煮的。除此之外，你可以试看它这个咖喱鱼面呐、啊，它这咖喱面，哼，很多新鲜的。偷偷告诉你啊，它的咖喱是自己调配的，喜欢吃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。 如果你来到Tenom，天气很热的话，可以试试看这个甜品啦， Cincau Bandung Special。下面用systemize是我们所提供的啦，找 POS System， 找 T Tech Solution。